生态旅游我不懂哎。他说老哥啊，我带你去走走，去走全省各地原住民的部落，包括汉人的社区，只要推生态旅游推得好的，我就带你去欣赏一下。结果没有想到有三个点感动到我。第一个，新竹县尖石乡司马库斯。啊，你们都去过？还有那么鸟的地方你们都去，好可怕。西，为什么叫木瓜西？泰鲁格族从西部来到东部的，
我们称这里台语叫后山鳌刷，英文叫 back 背后，我们的话叫不贵。叫汉人朋友一听啊，不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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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他就称这边叫不贵刷。我们这个翡翠谷里边呢，发现黑熊，结果呢，我们的派出所现在通知乡公所，乡公所当隔天的一大早呢，很快就立了一个牌子在门口，有裤子都没穿，那就趴在那里，结果路过的人呢，折起了郭沫玉的月饼，折断之后有汁的是吗？把那个汁啊往肛门周遭这么一擦，好了，为什么好了？以毒攻毒，那个是酸性毒，底下的是碱性毒，酸碱中和。所以我刚刚再补强一下，夫妻档的从现在开始好好的手牵手回去，一定怀孕的原因就在这里。走，五十还多了将近三倍，有没有很伟大？这个隧道就是他盖的。那孙先生盖这个隧道哈，盖的位置不很好，为什么呢？盖到水的撞击点。前面有个大平台等我，快热死了，快热死了。好，这个观念是对的，不热，一点都不热，还凉快。哇，小宝贝，今天出来就不能玩手机了，你看真好。哎呦呦呦！故意的，故意的哈。马上就上镜头，前面有个大平台等我。哦，全到了，这么快。很快哦，等一下，要不然等一下我一讲解又没有机会摄影了。哇，我看有人热到一直在那边散了散了，散到最后的汗越流越多啊，所以不宜一直移动哈，散动。好，刚刚好，我们走的。往前直走，不要左切。往前直走，不要左切哈。大概往前直走600公尺，我们要跨河。不要向左切就好了。往前直走，不要左切，左切就到河床了。哇，你们是最神勇的，
跟着德用往上攻的是最神勇的。你们往前直走，不要向左切就好了。不会，我们还会经过这。我沿路折返，所以你们只要觉得走累的时候，随时可以折返。好，还有没有要上来的？不会不会，跟着德用走，哪里都好走。穿拖鞋没有问题的，夹脚拖比较有困难吧，但是你的定位好就好。还有没有人要上来的？那首美女领队，你就留在这边帮他们拍照好了，啊，到时候再把照片给我就可以了。这个底下的瀑布是拍照的好地方。好，可以过来了。那个石头可以踩啊，踩石头跨过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往这里走，往德用指的方向往上攻，这里这里这里这边，这里往上攻哈，往上120公尺就到了。往上攻，右转就到了，120公尺总长。对，往上攻，120公尺右转，就到深潭区了。部长，你很凉快哦，直接下水喽。喝水更凉快。往右，往右上，往上，一下就到了。哎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好，那在这里玩也可以啊。来 ，OK， good。你要在这里玩也可以，我们沿路回头。啊，这边的水12度，非常凉快。怎么了？有人放弃了？可以可以，没有问题，慢慢走。你的鞋子呢？哦，上去120公尺。那就摆那里吧。
就摆那里，就摆那里好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就摆那里了。不会有人拿了。不会，不会。除非地震。哇，全部安全过关。还有120公尺就到了。对对对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上去就右转了。上去右转就到了。你们是最强的，你们是最优的。OK， 好了，可以了。最优的，哎 ，OK， 再来，再来，再进去吧。哇，这个色泽配得太美了。咦？1、2、3 耶、yeah, ，OK， 很好。1、2、3全部上，全部上。啊，全部入境了。好，1、2、3耶、yeah, ，OK， 全部入境，连后面都入境了。我告诉各位，部长被你们玩成这个德性了，我跟你讲，28岁的妹妹要跟他走了。超级凉的，当然当然，那个一定要凉的。啊，对对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。这个晚上就看到了，对。回头坡，回头坡，打水仗。喂，不会游，不要随便进去啊！这边水很深哦。这边水踩不到底的哦。哇，你们最过瘾了。反正都湿了，无所谓了。不不不。这个只有28岁，18岁的妹妹要找你了。哇，这是最美的镜头，来看我。是呀是呀，这个简直就美人鱼啊。
哇，是呀是呀是呀。站，谁？要湿才好玩呐、啊！对，啊哈哈哈哈！你不要他要玩东西，好，跟我，一二耶 ，OK， 很好，好，你们两位，哇，背后太亮了，一二耶 ，OK。不会好，梦想的困上不困难。阿姐，阿姐怎么会干的？你好，一二三。喂喂喂，看我看我，耶！喂喂喂喂，嘿嘿嘿！啊哈哈！水花水花，哇，碎碎碎 ，good， 好，哈哈哈哈哈，啊哇，哇哈哈哈哈哈哈，哇，过瘾过瘾，哇哈哈哈哈哈哈，啊哈，哇哈哈，哇。哇哈哈哈哈哇，这个漂亮，这个漂亮。好了，我们准备要下山了。你们玩的最过瘾了，这个没有湿到哎。哎，自己下去好了，不要给人家泼。你问处长，现在处长最过瘾，我跟你讲。在那里，在那里。阿姐要来，英雄就没了。对呀、啊，所以等下阿姐过来就没啊。我们沿路折返，沿路折返。凉的。对呀、啊，才会发嘛。全身都是刺，啊！哈哈，勾到我的脚，好坏呀，小朋友。睡啊！现在是水美人哦，水美人哦。湿哒哒的，啊！处长队最神勇了，哎，小心！
这个小朋友沿路自拍呀、啊。比较慢，因为危险呐、啊，也会战战兢兢的。如果你有装备的话，走水路快。神勇，自己按摩的工作，处长的团队最强，哈哈哈。三个第一次来的没有告诉你们要准备什么样的装备。三个第一次 OK。哎呀，处长输得彻底了。处长，你还有衣服吗？哇，我们上面的全湿啊。全湿啊。没有湿的就没有，就没有来过翡翠谷。拥抱一下，哈哈哈哈哈！哇，马上上网。啊，你有跟他握手啊？下来了，这么快，过瘾啊！只有这一小段啊，最疯狂的一团，哇，最疯狂的一团，跟着部长走最疯狂，再加上这个风，来，我们去新庄，最疯狂的部长跟处长。到后面去啊，那个这边的门锁上了。慢着。啊，那他在换衣服。对对对，
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